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他很看重的舞台。这里是一个很欢乐的舞台，非常看重的舞台，所以我每次来就紧张的不行。不要紧张，放松。今天我来就觉得他感觉不是有点不像平常的 A。哦，真的。有点放开。是。可能头发不染，还是你很喜欢凯的？大家都习惯了。对啊。不要跟主任抢理了。哎呦！哇塞，这话不要乱说。主任那个好朋友叫什么 ？Sam。Sam 三个是三个三个。大家都是好朋友。好，我们要问一下王嘉老师。好，我觉得Echo 很会善用自己的长才。好，那刚刚他在前奏的时候，你加了 Beatbox， 对不对？哇，那我觉得非常好，因为其实我觉得本来的音乐它是一种感觉是比较静态的，是很优美，但是我觉得你加了一点个性，那是属于 Echo 的个性。那再到你唱歌，哎，我就会发现说，哎，其实Echo还蛮能唱的，那个假音啊，那个整个的流畅度还蛮好，特别在那个最高音的时候，那很能表达Echo自己的这种个性跟情感，所以我觉得好厉害。等一下，不是吧？老师给他们的评价都好高啊！不错，东哥，没关系啊。如果我这一票输掉的话，后面也没得比的。也不要这样子嘛！打完收工。不是，因为刚才嘉宾问我几点了，他要赶通告。明明是你也要赶三点。这个我没有。东哥，我不可以输了。不会啦，我会想办法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好不容易，对不对？发片。因为我带来这首歌曲呢，是我当时写给宪哥的一首歌，主打宪哥是吧？对。